在电脑上怎么扫一扫。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看见二维码就把手机拿出来，然后想到底要用哪个软件的扫一扫功能来扫呢？那么如果在电脑上碰到各种二维码，能不能不需要掏出手机，在电脑上就能扫码查看二维码的内容呢？咱们今天来看一个很简便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只需要你安装了电脑版的微信，就可以轻松解决多数二维码扫描识别的问题。首先在电脑上打开并登录微信客户端，将要扫描的二维码发送到文件传输助手或任意一个好友的对话框中，发送后点击打开二维码大图，然后右键点击图片，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，等待片刻，微信会识别出二维码的内容。如果该二维码是一个网址，则会自动跳转到网址界面，你可以在微信中浏览网页，也可以直接复制网址，或者是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网页。如果二维码是微信名片，那么扫描后会弹出该名片的相关信息。不过某些场景或某些二维码可能不适用，比如需要扫码登录某些网站或应用程序，仍然需要用到手机的相应 APP 来扫码。总之根据实际情况来多试多用，这些功能你会越来越熟悉，也越用越顺手。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。